第一次拿到剧本的时候，一口气读完的，估计我流了至少是3到4处眼泪。这部狙击手就是想用艺术的手段让我们观众永远不忘记曾经的那一批烈士。孤帆抗美援朝是保卫人民尊严保卫国家尊严的这么一场战争，在那个年代一群可爱的人，他们所肩负的使命，他们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让我们看到了当年无数多个战士经历的那些东西，可以用鲜血来捍卫自己的祖国，把生命、自己的青春都留在了那片土地上，这是很让人震撼的一件事情。把你们从老家带出来，我没法带你们回家了。那些最可爱的人们，是你们让我们的祖国现在这样安然无恙。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部电影，铭记历史。笑出来，等等都笑出来！飞机、大炮、坦克，咱啥都没有，搁鬼子啥都有。在那么艰苦的条件，装备差距那么大的情况下，还是那么顽强。我不是一个人去战斗，我是我们这个整体去战斗。这就是中国人的骨气。你们两个，一个雁，一个穿兔，把我勾出来。声东击西，让他上当。大勇，砍到毛坡都跟老子往上扛。这就是中国人的聪明，他的智慧。I want him dead!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不应该去忘记一段历史，而且情感那是没法控制的，那种感觉没法形容。所有的人都不把自己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第一件事是任务，第二位是战友的生命。漂亮，不能睡。别沉等，我们带你回去。舍身取义，像钢铁一般的意志，这就叫舍身取义。全是这些可爱的人，他们用生命堆积起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尊严。反战！